白鬼号吧。Nice， 玉开，玉开拿 sub tick 直接帮我修正，爽局。你可能觉得没打到啊，但 sub tick 已经帮我修正了。我秒杀小啦！头贴好射，没，我跟你讲，打射击游戏知道用这种头贴才是最强的。该喷一下学员 ，N 学员，学员喷的感觉会那个转黑粉，我会很烦。就是好好的观众变成黑粉的话，那我会觉得更烦。假设如果你换成头贴那种孔分子这一期应该会很火，应该有点难。免费仔可以排，可以啊。Face Eater 一直不都是免费仔游戏吗？不是玩关皮就有一点在自虐，你懂吗？所以卡不是自虐神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干打关皮有一个好处是，你分数出来很好看。就是可能好看吧，可是干打那个很自虐，很烦哎，就可能会有外挂之类的。哦，再打一把，不是啊，刚不是说要打瓦？妈的嘞，又不找人，找我打瓦就是没等于没有找人，因为我找不到人，我是排不到人啦、啊。我干过气游戏哎，你做几部 CS 二小教学 YT 可以吸一部流量，感觉有点难嘞。CS 二精华都没人要看了，教学我看也没人看。精华取决于对不对？那个观众的基数，干精华都没人要看的，教学肯定也没人看，因为根本不需要，根本没人想学。你不要说你只有一个人，懂吗 ？CS 压下面难，甩狙很难，可是我觉得反而变得很靠赛、欸，就是感觉你瞎打会打中呢、欸。他那个 sub tick 很靠背，会不会好像你瞎打会打中哎、欸？冲锋枪时代也不是哎、欸，别人说你步枪又可以，你拿 AK 走射的话可以看到。我会觉得很烦，就像刚刚有些枪，有几枪你觉得应该是没打到，但你还是打到了，就会很爽。白鬼号吧。Nice， 玉开拿 sub tick 直接帮我修正，爽局。你可能觉得没打到啊，但 sub tick 已经帮我修正了。喷子时代，狂喷头啊、哦！我看 simple 好像特别爱拿。哦，干排不到哎、欸，过期游戏呢？积分练出来比 Simple 高吗？不可能啊！他们那个狂打呢，我看他们职业选手那些都狂打的，要比他们高分很难哦。为什么画面歪掉了？头不要歪呢，画面歪掉了。Let's go。Go. Why you walking? He really shouldn't need. Backside. Mid shot. He shot 50. Ah! 而且我殺人欸。感覺我殺人先。One smoke in there. 感覺我殺人先100。干这样没打到他头，哦干感觉不是爽局，感觉是 emo 局呢。emo 局，刚解。爽哦！没标，没标。必胜。Fucking trash dog。这游戏，你会觉得怪怪的、欸。喂。我已经回来了呢。看对我走哪，看对我走哪，我打背头，打背头。
哎呦，都是 blast， 是不是？秘密。这样没打到他的头，爆嘞！这个人，耶！又捡到一颗，爽局！嘻嘻，我也捡到一颗，捡到一颗。将枪斜举左胸前，这个超烦。哦，干，这个光是把枪举起来，手都断了。就是我手直接断掉，就现场直接断掉在地板。操！耶嘿！爽哦！打两下头没死，哦干，这什么枪？干，有配闪就可以杀到人。傻小啊！操！一打五，我吃屎！罐头。我总觉得我被他跳射了，操！完了，逆天改命不了。我干！逆天改命失败。